佛法是圆融的，圆融在哪呢？就是咱们吧，善巧方便，变换一种方法来度众生，让众生心服口服，也给吧后世的子孙，就是让他们吧不走弯路。要是我的本心，我就悄悄的来，悄悄的。现在不行了，我得完成弥陀给我这个使命。我什么也不管了，因为我发心，我交给阿弥陀佛。我现在就交给佛菩萨。我现在把我家的老头什么儿女全交给阿弥陀佛，我全不管了。现在我心非常平静，我得到了消息之后，我心里头吧一点波浪都没有。但是呢，我就是这一点，我一定把这个表法做圆满。我把记子吧，根据佛陀的安排，我都一手一手完整的记下来。等我往生以后吧，就公布给大家。当我真正的住老法师这个无量寿经，我明理了以后吧，其他的我全抛弃了，我就是一心跟着净空老师走到底，我就一定是这个净土法门我修到底了。哪怕别人说的，今天来说的，现在就有一种法门，我现在告诉你就能成就，那你去学成就去吧，我没有那个根基，有没有那福分，我现在就是净土法门了，一心念佛这条路我就坚决走到底了，别人谁也拉不动了。我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心情，现在的心嘛特别平静，我的境界和以前不一样了。佛有掉眼泪，我也吧掉眼泪。我现在掉眼泪是怎么掉眼泪呢？我是吧跟众生分别而分别，跟众生执着而执着，但是吧我的心吧非常平静。今天吧，不单咱们这些人，无量无边的众生，诸佛菩萨都在身边。佛不打王语，佛菩萨告诉我了，我俩吧今生今世一乃同胞姐妹之情，我俩这有命的使命，特殊的姻缘，告诉我俩度生，怎么度生？他是明的，我是隐的，我是吧默默无闻的吧，自自然然的就度众生了。他呢就是机缘成熟了，他必须得这样去度众生。这一生当中我没有架子，我不会端架子，我虽然不会说做嘴笨塞的，但是吧这一生当中啊，就有一个隐女儿，你谁见着我吧都愿意和我接近。你看我还不会说不会闹，我从来吧不会说硬话，对任何事儿吧我不说刺激的话，我也不会说，我也说不出来。最近吧说了几次说话说的特别硬，之后我就想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吧说这么硬的话从来没有过，都给我一首寄送说的吧，就是金刚棒喝啊，就是说的到时候了，再不用金刚棒喝不敢胖了。那时候树云不是说了吗，我要是不把你们大吉家到时候没法喝，弥陀慈父交代呀，你干啥自己回来了，你把他们都扔那边受苦去了。所以吧我也发个心，我身边的护法我也一定都带他们回家，我身边的护法我绝不能吧让他们掉队，我一定把他们吧带回家，跟弥陀慈父有个交代。但是呢虚空法界的众生我一律平等，有缘的众生成熟的众生陆续的都带回家。佛菩萨太慈悲到极处了，时时刻刻的都在吧关注着咱们，都在吧爱护着咱们，就是说时时在提醒咱们。所以吧咱们今生吧一定能回家，弥陀慈父流血泪
金地长催盼儿归，今生积冤已成仇，重归极乐把父围，围在慈父的身旁周围。你比如说那所有在哪块身上有点病痛或者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来找我来，实际我没有神通，就是佛的感应，瞬间呢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实际往生这个世界那个瞬间就来了。